者刘冰泉南投报道，狗年大年初一，竹山紫南宫新年发钱母，吸引六万人到场共襄盛举，人龙长达七公里。庙方此次人家发2000个金鸡蛋，内有最大奖价值近万元的2000金元宝，以及现金红包等。最后由来自新北市的林姓女大生幸运中大奖，开心说要带去过香炉，祈求平安财运旺。紫南宫是继元旦元月21日后最后一场大型钱母发放活动，早在小年夜前一天就有民众前来排队，至除夕当天排队人潮已超过2000人，而今在钱母发放前约在上午7点半，人潮就排超过5公里，钱母超高人气，可见一斑。林姓女大声说，今年来排钱母已是第二年，去年拿到的金鸡蛋里头是金币钱母，刚好与现场发送的银币钱母凑成一对，此次趁除夕与阿姨一起来排队，虽然无法跟家人围炉，但却幸运获得2000金元宝，真的超开心。紫南宫主委庄秋安表示，今年加赠2000个金鸡蛋里，内有一个2000金元宝，5个1000金元宝，还有300个狗年典藏金银套币以及现金红包，希望让辛苦排队的信众都能拿到奖品。